大家好，我是姚将，今天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现在的形势啊。我们继续看这张表啊，这个疫情的伤亡数据。但是我们现在看这个表呢，得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分析这前十的，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韩国，前十的，甚至是前20的啊，可能到巴西，甚至是所有超过这个。钻石公主号的全都得算上，现在这都已经几十个、四五十个都超过钻石公主号了啊！我们要怎么看呢？我们要看这前十、前20的，或者是超过钻石公主号的，还有哪个国家没有调动军队？前十的大家可以看，还有哪个国家没有调动军队？美国、意大利、中国早就调动军队了吧？西班牙调没调动啊？伊朗是不是早就进入战备状态了？一开始就是要和伊朗打，伊朗早就准备好这个和美国人玉石俱焚了。法国调没调动啊？建没建野战医院呢？英国建没建野战医院？调没调动部队呀？瑞士、韩国，对不对？韩国都准备这个从移民来征兵了。什么比利时、荷兰，自己在哪儿自己注意啊？这些地方啊，比如我在加拿大，加拿大也有网友已经拍到这个在东部正在通过火车运这些军事设备啊，但是加拿大政府自己辟谣说是正常调动。正不正常就看自己的分析了啊！你们这国家有没有军事调动啊？有没有火车运这个坦克、装甲车呀、防弹车呀？有没有奇怪的这个动向啊？自己注意啊！我的分析是，所有上了钻石公主号的，所有超过钻石公主号的，就是上了船的，全都要调动军队，全都要建方舱医院，全都要做实验啊！全都要进入这种紧急战备的这个宵禁的状态、封城的状态，局部的或者是甚至全部的。啊，像美国、中国这种，意大利、什么西班牙，这就基本上属于全部的封锁状态。所以这个军队的调动啊，韩国啊，调动军队资源支持大邱啊，全球战役，多国军队，多国调动军队加入战役啊，中国还得帮着他们这个进行物资的这个调配。这个应该是这个马来西亚的，也开始要这个用军队来这个帮助执法。他这个中国军队说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啊，不止调了军队，还告诉你什么时候收兵，获得全胜。那什么叫全胜啊？这老领导的嘴里全胜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还得继续看老领导最后到底要做成什么样的实验。什么样的实验结果验收合格了才可以收兵？以前一开始我们以为是这个方舱医院做实验啊，方舱医院要建好多个嘛，之前不说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这些紧急的医院和方舱医院，现在好像也不见了啊，我还以为建好了就差不多要收了，现在不是啊，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这兵还得继续派，不止不收还得继续放，对不对？还得帮着别的国家一起，中国军队与外军携手打造啊，携手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军队是调不完了。趁机是不是还得打压一下台独？大家要注意这个全世界部队的这个调度，驻香港部队组织陆海空三军联合巡逻啊。这个部队的调动在全世界现在是最大的事儿啊。美国早就调动这个部队了，还美国出这个军舰、卫生舰啊。之前我们都说过，最大的两条这个医疗卫生舰。还有这个欧洲的疫情蔓延，美国之前要在欧洲搞一个军演呢，这个 Defender 2020，欧洲防卫者2020军演，但后来说取消了，但是部队还是已经在欧洲了。2月底，美国增兵欧洲，已经增了，已经在那儿了，3.7万美军将联合演习，但是现在在那儿就不动了啊，据说是因为疫情取消了军演，但是部队已经调度好了啊，部队已经调度了。多国征召军队参与疫情防控观察员，军队作用不可替代啊！这已经是很明显了，全世界都在调动军队，几乎没有刚才说的这个前二十的表里啊，没有不调动军队的，你可以自己去搜啊。这个是半岛的统计的啊，首都马尼拉封城啊，菲律宾也调动军队，伊朗这早就防御演习，纽约调动军队。瑞士军队干预，以色列反恐技术，黎巴嫩国防委员会开会啊，所有的地方调动军队。刚才还有这个卡塔尔也是进行联合军演啊，准备演习在混乱紧急的状态下协同这个协调作战的能力啊，大家都在准备。巴西啊也开始调动军队，
所有这些国家都开始调动军队了。那我们现在这个低端人口还在什么状态呢？我们是不是像群里某些人，还是该吃吃该喝喝呀？还是像郭文贵似的说的"啥事别往心里搁"呀？现在郭文贵是啥事不往心里搁吗？他都已经躲到哪儿去了啊？他都已经准备啥了？你准备啥了？你还该吃吃该喝喝，还天天看这个娱乐新闻、娱乐主播呢？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这个低端人口的思维模式啊，总是这个线性的，而且总是短暂的，记忆呢只有像鱼似的3秒还是7秒啊。如果我们现在回忆啊，这个武汉从去年12月到现在为止啊，现在已经是3月28，这整个的时间线已经有这个人为统计了，做得非常好。我们如果你把这个复习笔记啊全给背下来啊，这就是考题啊，这叫往年考题啊，3年高考5年模拟啊，我高中的时候做的这些题，这就是高考题，你现在要把它背下来。你如果去分析这个时间线，你对比现在，到底现在的局势是更紧张了，还是当时的局势更紧张，还是现在的局势缓和了，对不对？如果你从部队调度来看，现在全世界都在调动部队，你说局势是更紧张了，还是更缓和了？老领导说"不获全胜，绝不收兵"，那是什么意思？你还在干什么呢？你是不是还这个在该吃吃该喝喝？如果回到去年10月，即使回到去年12月。你能意识到这个情况的紧急吗？今天已经这么紧急了，全世界调动部队你都意识不到。去年12月你知道个屁呀，对不对？这个时候还在鼠疫呢，还是北京鼠疫刚刚结束，要结束没结束呢？你根本什么都注意不到。现在你都像一个傻子，像一个疯子，像一个聋子，像一个瞎子一样。你之前你能注意到什么呢？所以现在你还不复习，还不好好准备考试，还在等死，对不对？所以我说你们低端人口呢？有的时候你救不了低端人口，低端人口你怎么救呢？对不对？没法救。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是从老领导的思路来想，低端人口或许真的应该去死。低端人口总是自取灭亡啊！当然他是从小被老领导给变成白痴了，变成一个瞎子，变成一个聋子，没办法。所以低端人口如果还不警醒，还不自救，还不认为自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你已经真的没有机会了，对不对？为什么今天是李文亮死了？如果你回顾这个。去年这个新闻，我们看看李文亮，他在这个微信群里边，看看这个时间点啊，12月30号啊，12月30号，李文亮就开始在微信群里边发了啊，提醒大家，提醒他的这个亲朋好友，他的同事，可能有这么一个病，对不对？然后李文亮就是被那个这个领导给抓出来了，对不对？就让他这个认错。为什么这个李文亮死了，而不是你死了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今天是李文亮在这个湖北武汉死掉了？而你是比李文亮聪明吗？你比李文亮优秀吗？你就应该绚烂过一生吗？啊，像你这么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吗？啊，你就是比李文亮勇敢吗？你还是比李文亮有行动力？我说你一个都没有。我如果今天问我自己，我不比李文亮聪明，我也没有李文亮勇敢，我也没有李文亮有行动力。如果我知道这么一个事儿，我不一定能知道它到底是多大的这个疫情，我也不会去在朋友圈分享，我不敢，对不对？我在中国，肉身在中国，你敢在朋友圈乱分享这些信息吗？我也不像李文亮那么有行动力，那我就会死啊！如果我是在武汉，肯定就是我先死，我比李文亮还要先死。为什么今天你没死呢？对不对？是你比他优秀吗？就是因为你现在。还是比较幸运，就像你是香港、台湾、新加坡的人，你还比较幸运。你是一个脑残，是一个白痴，是一个瞎子聋子，你没有死。你应该赶紧跪下，感谢老领导，赶紧好好复习。李文亮死的时候，你在看笑话，今天你还在看笑话。下一个是谁呀？下一个还不是你吗？还是另一个李文亮吗？对不对？就是你，下一个就是你，你会死得更惨。今天的形势是什么样？你还是不知道，因为你是个白痴，你就是低端人口嘛。这就是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个形势，所以很多群里的人还在这儿天天瞎扯，天天扯啊。我们怎么回顾这个武汉的这个疫情的时间线呢？你可以这个你看这么长的这个信息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思路，你要有始终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去年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你在干什么，对不对？我在干什么？我在看别的事情，我没有关注到这个事。在12月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对不对？为什么死的不是你？你要反反复复的问自己这些。你看这个时间线，你有没有机会在这漫长的时间线，从12月到3月，这都已经4个月的时间了，有没有机会？你能发现
任何一些端倪，从而做出自保的这个行为，有没有任何一个时间点你能发现？如果一个都没有，那就说明你，我们这些低端人口现在处在一个巨大的危机之中，我们甚至没有能力自保。不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你都没有机会，甚至你没有机会知道。你要问，始终的问自己，我们到底有没有机会知道这个事儿？提前发现，如果今天这个全世界军队在调动，你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等到2个月之后、3个月之后，就像这个湖北武汉的这个时间线似的，他从12月到1月开始封城，你就没有机会跑了。从12月到1月封城，老领导给你了1个多月的时间，但是你都没有意识到啊。假如你是一个武汉人，那如果今天全世界的军队在调动，到2个月之后，全面的大范围的封城，开始军队管制，你都没有机会跑，那你说是你傻，还是老领导没有给你机会呢？还是你命不好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这个时间线，做这个复习材料的时候，要知道自己处在什么状态，有没有机会提前发现下一次这么重大可怕的这个危机。下一次死的就是你，你没有李文亮，你没有李文亮优秀，你也没有李文亮聪明、勇敢、有行动力，你最后就是死。李文亮是一个英雄，他就相当于是秋瑾呐，就相当于是当时的这个谭嗣同啊。他死了以后，大家还是在看笑话呀，低端人口还是不能觉醒啊，对不对？你为这个中国100年前的低端人口死了，低端人口甚至不知道你是谁。今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李文亮是谁了，但是有什么用呢？他们能因此而警醒吗？不还是大天天在该吃吃该喝喝吗？还是在天天看娱乐主播吗？这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低端人口所处的这个悲惨的状态，没有办法，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救的。佛度有缘人，对不对？这个佛度有缘人呐，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这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该死了，在老领导的剧本里，很多人就是该死了，对不对？我们这批人很可能30%-40%就是该死了，老领导的剧本里我们只能死了，不死没有别的选择呀。但是你是不是能延后你的死亡，或者是躲避这个死亡，就看你自己能不能警醒了，对不对？即使你警醒了以后，你有没有行动力来做这件事儿？所以现在我们的群里都在分享这些，但是很多人呢，天天还在这个分享这个老剧本啊，分享自己看的娱乐主播的见闻，然后还在骂我啊，说什么啊？如果是像郭文贵说的，去年都让武汉这些人囤粮，还你说会有多少人能活下来？有多少人？多少人也活不下来？你怎么让武汉人囤粮？首先，你假如是去年李文亮在这个微信群或者是在电报群，他建了一个电报群，给你们说会有一次危机，你们会信吗？让你们囤粮，你们会信吗？我现在在这个视频里天天说，谁信呢？不还是你们在骂我吗？如果是李文亮跟你们说会有一次危机，你们全都得被这个病毒感染死，你们只肯定说他是傻逼，说他是被迫害妄想症，你们肯定说该吃吃该喝喝，你别在那瞎扯吓唬我们，我要举报你，让警察把你抓起来，这不就是事实吗？李文亮是不是被微信群里的某一个朋友给举报了，还是被老领导主动监测到的？你们想一想嘛，对不对？即使再有一个英雄出来，他也会被你们给弄死；即使基督再来，也会被你们给杀死。这就是问题。等神的愤怒降临在你们头上的时候，你们还是在该吃吃该喝喝，这就是圣经里说的嘛。所以，现在你们自己处在什么状态？我们低端人口到了什么时候？我们意识不到，因为我们记忆太短了，我们什么都记不住，我们也不去记，我们只天天看被推送的新闻。你有几次主动在搜索信息，主动在寻找这个解决方案？没有吗？你自己问一问自己。所以啊，现在还有这些人在骂我啊，怎么囤粮？你说你怎么让这个武汉人囤粮？我们接着回来说，能囤粮的人，都是已经知道会有危机的，他才会囤。他如果不相信，他不会囤粮。而且有些人没法囤粮。你今天去看武汉，因为这个疫情导致的封城而饿死的人，他都是这个外来的人口，他是从外边去武汉打工的，或者是在武汉打工回不去的，没有住处的，他们怎么囤粮？他们没法囤粮，他们是农民工。他们往哪儿囤粮？他们在家里囤粮也带不到武汉，他们在武汉囤粮，他没有地方放，怎么囤粮？没法囤粮。所以你现在还是这种思维模式，还是这种线性的思维模式，脑袋根本就不会动的，已经傻透了的这种人，你注定会被老领导清洗的，对不对？你还在别人说了一个什么建议，你就说别人是错的啊？别人说什么信息，你就说你早就知道，你自己能自保啊？你什么都行，你却不去救别人。李文亮什么都知道，李文亮还去救别人，但李文亮最后被别人弄死了。
你比李文亮优秀吗？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呢？对不对？自己不问自己这些问题，天天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啊，就吃该吃吃，该喝喝，天天看着郭文贵，看着这个老高，这就是低端人口现在的状态。但是没有办法，老领导就是给你放到这个虚拟现实里。但是我每天都在这个视频里说呀，大家真的要警醒，现在已经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是低端人口意识不到，低端人口已经麻木了，新常态。慢慢的你就接受了，接受成这是常态了，它是一个新的常态。这个转型期过了这几个月以后，你就接受了，封城也无所谓了，军队进城正常啊，对不对？如果你是今天出生的一个小孩，你就觉得这就是世界的真实啊，对不对？从来以前的世界你忘了呀，历史可以重写了，把我们这波人清洗了以后，新一代又进入了一个美丽新世界呀，对不对？历史可以老领导再随便编了啊，之前的人被病毒给杀死了，他们是这个。低端人口是这个弱智白痴啊，基因比较落后。他们天天还在这个写阴谋论，还在瞎扯，对不对？新一代的人不需要这些了，直接插上芯片就结束了。所以啊，今天我们到了这个状态，大家想怎么过这一生呢？啊，你是不是不甘平凡的过这一生？你是不是迷惘的人，还是追寻的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到了最后的时候，每一个人你要单独面对老领导对你的审判和压迫。只能自救了。